在擦哈，抽出面子来使用，使用又有造型。谢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展示。现在让我们再次回顾学员们所带来的创意作品。虽然我们不是生长者，可是我们经过学习之后，一看我们就有这份才艺，我们也能够来走秀，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哦。像他们身穿的衣服，他们所带的牛仔肩包，哇，你看牛仔裤盖身的耶，哇，好棒哦！而且又环保哈，又绿色，自然。那这婴儿鞋也是哦，还有他头上戴的帽子，好漂亮，我都很惊艳。他们做出这么漂亮的帽子，他们衣服也是哦，都是他们这样来能够经过二手衣再改造啊，非常棒。哇，你看这个长夹是很享用啊，牛仔布哎，改装的哦，真的非常的实用，很棒，谢谢我们伙伴哈，他们能够这么精彩的把他们衣服、他们裙子。是我学的第一句台语哈，因为我们以前赖市长很喜欢讲这句话，他说：“杨兰，吃袂饱，哦，要哪有前途，要哪有未来。”所以呢，要让大家能够安居乐业，能够吃饱饭，最重要的就是就业辅导。所以我们这几年在劳工局的努力之下，我们每年都办四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。但是我们针对我们的身障朋友，我们在加码再举办一场专门为身障朋友办的身障就业博览会，那每年的这个越来越盛大，那今年呢选在善化来办啊，因为这个地方交通非常方便啊，不论是西南西北来到这里，请大家请在我们的有彩座的旁边的，请拉拉彩带哦，我们要一起拉出不凡的就业人生哦。那我们来大数哈，三二一的时候，再请长官贵宾把我们彩带拉下来，就可以看到我们不一样、很特殊的祝福的字眼哦。来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始，三二一，请拉下启动我们的今天拉出不凡就业人生。我们看到没？顺利就业成功，翻转未来，友善职场，我们祝福在场求职者能够顺利找到理想的好工作。